呀你？你在干嘛去了？出去打台球了。出去打台球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人家别人都在加班，怎么就你出去玩啊？凭什么？你请假了吗？昨天我固定休息，我有必要请假吗？以后啊，谁在无故旷工，罚款2000。兄弟，给我查两本书。啥书？劳动法。这天天怎么老板聊啥子呢？哼，我可没有啊。不罚你钱吧，老板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我就是想学习学习法律。我错了，老板。错哪儿了？你别瞪别上脸啊你！加两本《劳动合同法》《劳动争议仲裁》。三哥。干啥？对你大声说话。这个绿色还行吗？